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啊！今天是苏生第一次在他的电话做 live 哦。然后呢，我是 Keith，然后你们应该都知道，这个是我们的苏生，我们的气功老师，气功教练啊，气功教练啊，我们的气功教练。OK，这样子呢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呢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分享。因为呢，刚才苏生呢，他刚才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就是他的工友。有一个气功的功友吃了仙姑素的时候，效果非常非常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访问一下苏生。苏生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他其实这个气功功友啊，他其实他气他咳嗽了多久？他咳嗽了很久了咯，咳嗽了我看很久。他说他这个咳嗽啊，是一去到风还会咳嗽，一吃到菜白色的菜他也会咳嗽，很寒呐、啊。我就说，我看他这样子，那天我就知道这个碱钩素降好了。它降小的分子啊，又降多蔬，有70种的蔬果菜，对。所以它效果的东西都是很好。所以我就介绍他了，介绍他很好啊。他就说OK 啊，就是买一罐。我第二天就是买过，就买了一罐给他。可是我想问一下钱娜，他其实他到底之前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他说他医了很多，他看中医也不好，看西医也不好，看到现在都没有一样帮到他，西医、中医都很本命的，都看不好他。然后他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会引发到他咳嗽？他也是说吃一点白菜呀、芽菜呀这些寒的，他就会咳嗽。还有早上他一来哦，天气比较冷一点，他也会咳嗽。几点？5点多啊？是6点的是吧？六点多，他就凉啊，吹一点风啊，他一死。刺到那个风啊，他也会咳嗽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很缓啊，身体体质很很寒，寒啊，他的体质很肺也寒。没有这样强壮啊，所以我就跟他分享关于这个典故说咯，他就试咯，试了你知道吗？5天啊，到今天是第5天了嘛，人家有他之前刻多久见？他刻很久，我很都不久懂啊，怎么讲，不止几个月，你不刚才止讲，几个月不止哦，几个不月是，咳嗽他已咳经很到。久了，不懂得讲哦，他说。一痒他就来了，他说不懂得形容哦。然后之后现在来讲啊，他怎么样吃整个说法？我叫他哦，早上哦，两个 2g 两个汤匙啊，2g 2g 就 4g 放一点点水啊，stir 一下，叫他放慢慢喝，一点点水，stir 一下，慢慢喝，因为我觉得给他慢慢的。到他的肺呀、啊，给他润了、湿润了，连晚上又吃一次，我叫他早晚都是这样子吃，说他跟着吃了，连今天你怎么样看到他的进展？看到他的进展是怎么样？他吃了第三天他就来，他咳有咳几声，我听到那个声音是好的，没和之前一样，之前咳到他盖住嘴巴，要一直咳，一直咳，盖住嘴巴，不可以跑到风啊，不可以。吸到那个风啊，吸到风啊，对，他咳住嘴巴，一直咳，一直咳。连昨天他就咳一声，前一天他咳2-3声啊，我听他的声音是好了的，没有像之前这样辛苦了。昨天就咳一声，今天完全没有声音，哇，好开心哦！他也很开心哦，他也很开心呐、我也很开心呐、他也就和人家分享。是，然后他这感觉应该是很多人看到吧？对，因为每个人知道他咳嗽了。是因为全部都看到他咳啊，都是看到他咳。对，每个人我们一般在练功都知道他咳嗽，他一早来他一定要那个衣服里面还要放一点毛巾，给窝嘛，他不可以有风的，真的哇，好开心，我就说好开心的。他吃到这样子很开心，是，的确很开心。顺便从这个省咳嗽来讲是，是它可以帮助到，因为它70多种的这个蔬菜水果，然后它已经是fermented 了，发酵5年，然后它是在日本发酵5年，所以它是经过春夏秋冬5年的春夏秋冬，才可以有这一个的这个省咳嗽。顺便从的话，你有什么想要鼓励大家 try 一下这个省咳嗽吗？对，我认为啊，这个酵素啊，是每一个人的身体，我看必须要的啦。因为每个人身体都不知道有什么情况嘛，你看他这样子知道，就很帮助他。没有试就不知道啦，所以要试的他，要试，亲身体验，才不知道这样好。也是说我那个工友，他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介绍他。都很开心哦，你是没有他，到现在也是在咳嗽。对，Why not have a try？ 因为这个是很健康的东西，后面的东西都是很好的，后面
面啊，真正跟着发酵的东西是很好的。这个东西，对对。吃的人又会看到他早上会笑哦，好开心哦。没有是人，他很白很美的那个阿姨，他累了，很累了，但吃的真的是不一样。嗯嗯。啊，我妹妹还有一个就是嘛，这个我要分享，好，我要妹妹来，我要分享一下，我妹妹就是贫血。因为贫血啊，因、okay. 为他的皮月来哦就不准，来的很多很多，嗯、所以我就那时我就拿一件裤子给他穿，送他一件裤子，送他一罐解脱素，因为刚刚他生日嘛，送给他、哦，因为为什么他不穿？妹妹罢了哈、啊，妹妹罢了哈、啊，妹妹就送给他，他就刺，因为刺再刺再穿，差不多哦一个星期哦，我去不去？我送给他，我就去领钱了啦，他叫我女儿快点去帮他订货、嗯，现在他知。上个他怎么看到现在哦，有一个月这样，上几天他说，哎，我的皮肤 OK 了，我 normal 了咯，人也龙马精神了，太多了，太好了，也是吃到这个点子之后，他有贫血，他也有贫血的，连他的子宫啊也有问题，说、哦、现在哦很好了咯 ，normal 了咯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很开心听到这样子的见证，真的是很好。因为这个见证哦，不是他们，就是讲他们已经有这个问题已经这么久了，如果这个产品可以帮到他们，改变到他们哦，真的是一级棒了。对对对，这个要亲身体验，亲身体验也有那个福报。有些人哪里讲，有些人不能够接受的，是有那福报啊，他去试一下，真的是很好，也是不好啊，不可能啊，我要卖到这样。对，然后现在来讲呢，我一个小小的trailer 了哈，预告来讲，现在呢，其实哦，苏生现在吃这新的一个产品，叫做许罗托，这个新产品呢，苏生还在吃这，如果有了效果呢，我们会快快的分享给你知道哦，因为这个许罗托也是公司在十个小时之内哦，hit到1.5 million的这个产品。所以这个产品也是非常好，我本身呢吃了之后呢，我鼻子的那个没有伤风，没有那个 running nose， 然后呢，所以苏生现在是这词典让你们知道这个新的这个产品的消息，所以鼻咽腔呢现在产品其实真的非常好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尝试哦，所以你们也可以找苏生啊，苏生 ，OK， 好，我们 go live 了，拜拜。